我感觉我要起飞了，我人儿能飞起来。谢谢严小静。命运不休，常人般逆袭。我左边的胳膊呢？啊，右边的胳膊呢？哦，在这里。谢谢庄稼猴黄先生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，这波咱抽奖咱就不说别的了，你就看一看几个人参与了吧，你就看看这中奖概率吧。现在只有八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中奖的概率都高达10%。嗯，办卡的抽奖高达10%，现在还有50秒开奖啊。A，电，哎，一级没学艺，真是很难受，学错了。一级学艺掏他，我们乌鸦就 A 人再掏万大法大虫子，我掏你，我掏你，掏你吃药，掏炸，掏掏药，我冰我也不吃，你也别吃，咱俩都不吃。谢谢，我打小就可帅了，掏还有20秒，掏掏闪现荡妇二连掏，好，刚好死了，被我掏死了。谢谢 XEXY 大娘打孩，我叫绿爸爸。兰德里的苦楚，兰林汉的苦楚，硬生生 A 乌鸦以前你知道以什么著称？以不灭 A 人著称。咱这把没带不灭，正常要是带不灭的话就能一直 A。 一下不疼，两下疼不疼，两下不疼，三下疼不疼，三下疼不疼，100下疼不疼。三个兵，你别看我几个兵，掏回来，哎，吸一口，炸。我深深的明白，决定总会带来后果。这个兵别进塔，扛一下，要不不好补这个兵。炸，哎西。现在他只要敢上来一小下，注意我的连招，直接半管血就没。掏，炸！有些兄弟可能不知道这乌鸦这个连招怎么连啊？掏，掏，炸，掏一，回来，插个眼吸一下，不打了。哎呀，也这有点严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让我炸死。你在掏人的时候吧，就是E技能放完以后呢，不要说立刻就给人给拽回来，先放个 W 在你这个人的后边一点点的位置，然后一个掏控制他一手，一个炸，这就是必中。我其实应该炸一下中路的，中路干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死掉。放弃吧，这是必死，没个跑。孤不孤立无援也没了，拉倒，早点死，早点回家，早死早超生。早点回家出装备，快点的。谢谢生活欺骗了你。谢谢生活欺骗了你啊，谢谢谢谢。声音在阴影中，出一个遗失的章节，很少人能听得到。这
乌鸦补刀手感非常好，这个英雄。掏。几乎平 A 是不怎么漏刀的。好，这波直接掏回来 ，WA 炸炸双炸，平 A 平 A 平 A 炸，没炸着，跑的有点快。前掠过自己的一生时，他也在心中。这一波小炸一下吧，省着我这再补不着了，这就不合适了。大虫子有没有闪现？谁知道？他交没交闪？我记得他好像一直没交啊。掏！呀，这没掏回来，我接受不了。手臂可少。他有闪现是不是？没有了，他什么时候交的呀？这边塔下可以尝试击杀，只要我掏到他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掏，炸，黑，炸，掏回来死了。吸，炸，点一下。谁说他没有闪的？我都疯了！谎报军情吗？这不是的，早知道套点盐了。现在没了，我也知道现在没了呀。螳螂好像来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我看到的越多，就发觉前方的东西。什么角落是地方？永远的伤口。螺丝刀啊！螺丝刀。那个不能拧吗？那个，就那个，那个楼梯后边那个楼梯没有一个是可以，我得用那种就是折横折的那种。哦，横折的呀，我这里有没有？那屋那啥没有吗？我找半天都没找着。箱里边也没有是吧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来人了啊！这来人了吗？哎，这没杀了，我靠，我接受不了啊！这我接受不了，分心了。本来这个 Q 不应该中的，他都应该死了的，我都不应该掉这么多血。没有。我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。谁呀？谁来了？螳螂来了！哼！哎！炸！这波不亏，我们炸了他一下子，给我加了点东西。来个法师之靴吧，那咋整呢？不行，这把法师之靴得死得老惨了。事实一般都没这么简单。这把呀，这把就得铁板鞋，错了，这把就得水银之靴。我们炸一手这大虫子啊！炸！撕我的塔皮！我就得炸你！全都是不自量
哎呀，升错了，我怎么升 E 了呢？应该负 W 技能的。掏回来，吸住 Q A A 给大，掏回来吸炸140呗，这有点便宜。不断扩张的形式已经变成了生命。这塔拉老等我没有血了他再来，回回都是。我们炸一波这个劫啊，他如果想吃这波塔皮他就得吃我的炸。哎，被我炸着我就吸血。我就加血量，不打不了。大虫子掏，没掏到，炸一下子往后拉，平 A， 炸一下子往后拉，平 A。一技能掏 W 吸炸，再炸没蓝了，没蓝也没关系。吃口死去就完了呗。还有五步之遥，他没回家，我们可以把他塔拆了再回去。带气定神闲我也想过你知道吧，但我又仔细的想了一下，如果我们想人多的时候反杀别人，还得啥呢，还得是凯旋。从军队的阵型上拆没了，这大虫子好像有闪，这波可以试试能不能再杀他一波啊，假装走了其实不严，让他 Q 掏回来 W 给炸，致命点炎没蓝，闪现啪，我们走回家了，不给螳螂这种机会了。那这有个红我可接受不了啊，这红 buff 我不拿我是有点接受不了，我想一想怎么能给他拿了。我们先吃口屎去，把这红给他拿了。螳螂没来，那我们赶紧把这红拿了。我们只用 Q 啊，这波只用 Q 打，要不然蓝不够用。快点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没事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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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一个美甲的窃魂卷，偷袭我小伙子，偷袭啊，偷袭，他居然是译过来的，我没想到。先回上路炸一下这个大虫子，吸点血。我们就炸他，他应该是 A 一下回来 ，A 一下回来，你知道吧？他应该是走 A 走 A 的，我们就等他走了以后，哎，马上要 A 的时候，我们再过来。先来一个四成输，这大虫子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是有点炸。
跳弹没有啊？这可以追手试试，先给他炸死了。还有一头牛吸住，这牛怎么也100块钱呢？这牛。先把这打了，我蓝不太够啊，兄弟，我先去打个蓝去。我发现这乌鸦打野怪可挺费劲的，这英雄。拿吧，这我就不要了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先炸一手。魔切，乌鸦出魔切呀！费点劲吧。这波队友要拆，想一想啊。哎，我们回上路搞一搞大虫子，这四层杀音书不来了吗？给大，终于开一波大招。炸，吸住，队友好像猜的有点欢呢。我们应该去整一波杀银书的。不过上路有个大虫子，也是一层书，我们还是杀这个比较稳妥。那乌鸦就得出这种装备，恶魔之拥加沙漏，猫子，恶魔之拥，沙漏，皮鞋换个法穿不行，换个别的，换个鬼书啥的。移动速度太慢就星界驱驰，先炸一手。哎，这个你没动。哎，你信哥要给我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双飞。哎，没炸着。天。先扫一下啊，这有眼儿，没关系。给，哎呦我操，没大招，吸一下，开大，哎呦，哎大招没起来，没出来这大哦，我的杀仙书没了。天哪，我本来这波要五杀了，我大招没好。哎，这有点烦，这大招差2秒。吃了几个技能，这螳螂孤立无援，打人有点疼。哦，寒冰可以，没事，螳螂应该是殒命了。给炸，炸一下子 ，nice。1250。往哪闪？往哪闪的？是不是往右边走了？我能炸他，我能封他路。先封他路，可以。乌鸦这个 W 技能现在太远了，放的。这波应该有红吧？没红。牛头，牛头不行，这波下路我们去参团啊。牛头来了，牛头，牛头，牛头酋长，我拽 W 掏炸，来给大炸。
掏回来再掏，炸给点盐，给 W 往哪走，掏回来差一点点，算了。哎好，哎呀没中，炸一下子平 A， 掏回来这大虫子七炸，大虫子其实根本不是那么狠用。 Nice， 我这边寻思螳螂跳完以后我再给他一个 W 好，没想到他没有跳。十层杀银书又回来了，哎，都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吸 W 掏炸，兄弟，这个看你的了，我就只能平 A 了。给我打个蓝，快快快快，信哥，我这寒冰有点猛啊！给我打个蓝，快快快快快，信哥，这没蓝了。快点的，恶魔之拥，哎呀哎哎，信哥没干了，先炸他一手，扫一下啊，可以，这个炸不错，十秒有大，等会儿啊，十秒十秒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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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秒有大，十秒有大，这波能打，炸一下，掏回来炸，给大招，给我上，兄弟们，我已经无敌了，给我炸！太怂了，这太怂了，这给我上啊！刚没有恶魔之拥，哎，很难受啊！真要有个恶魔之拥又。感觉要全收啊！我们需要一个秒表，现在得要个沙漏了。刚才有沙漏，我全扫，就差一个沙漏。我没拿呀，我没拿，不是我拿的。你看看。出兵仗啊，不用啊，着啥急呀、啊、红咱就不要了啊，我就需要个蓝 buff， 红我可以不要，刚才就是扫个沙漏，没时间拖我们的技能吸地，你知道吗，我给你炸他一下，他还跑了，哎，这波你要能跑那我就立功，哎，你信哥掏 A 炸平 A， 不上了算了，留头掏回来炸 A，炸给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需要的就是你们给我过来，来，全部都来，全部都来，对，闪现炸平 A， 灭，给我拿下，这螳螂怎么回事？这不掏他，炸他一手，往哪走？卡一波兵线，十六层，这不无敌。鞋子上的泥点会带来所有血迹。我在冥想时会杀人。回家出装呗，1850。好像不够。队友如果打个龙的话，可以。就够了，太费蓝了，应该点七定神弦的。
这气定神闲没点，不应该。现在关键加蓝的装备太少了，这个才加600点，我们一共才1400点蓝。打河蟹不给加蓝，打河蟹现在只给加血，现在蛤蟆是加蓝的。我们就炸着大虫子吧，笨，这玩意儿一炸就能炸着。牛头吸回来炸平 A， 跳弹打了，好，我们就炸着大虫子，别人不炸，炸别人也炸不到。螳螂在这种局面下就很难发挥了，你知道吧？先把大红的给它掏回来，都给大招，叮，想秒我？不可能！掏回来，这两个人给我吃个炸街，炸！拿下！